梁振英4年以來只關心土地，但不關心人才，只顧着搞政治鬥爭，忘記了群策群力。他將教育的重任交給人稱"吳德儉"的吳克儉，無論家長、教師、學生都深受其害。如果"教育改變命運"這句說話是真的話，特區政府繼續這樣荒廢教育，香港命運就真的可謂"吳德儉"了。